这是东方帝王谷内最著名的帝王陵秦始皇陵，据说它有70多万人修建而成。在它屹立2000多年的风土之下，长眠着中国第一位封建皇帝，陪葬着一个帝国的精华和神秘。时代如何将其塑造成千古一帝？他终其一生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推行史无前例的改革，修建宏伟的工程，内心究竟怀抱怎样的梦想？在东方帝王谷的核心区域咸阳以东，有一座骊山突兀横亘于旷野之上。传说女娲在骊山炼石补天，闻名中外的秦始皇陵就坐落于骊山北麓，背靠青翠的骊山，深卧广阔的原野，渭水蜿蜒流过。古人相信，这里是风水绝佳的帝王之地。2002年，考古工作者利用最新遥感、物探、化探等勘察技术，探测秦始皇陵的地下形态，结果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风土之下隐藏着一个高30米的9层夯土台阶。顶部台阶上还发现大量瓦片堆积。专家据此认为，风土之下有可能建有一座体量巨大的9级高台楼阁，正可谓高台榭美宫室。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竞相建造高台建筑，秦国及其大成，而秦始皇本人好大喜功，所建的宫殿无不恢宏壮丽。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壮观的建筑最后被覆盖于风土之下，它究竟具备什么样的作用呢？风土的地下最深处便是秦始皇陵的地宫，那里是置放棺椁和随葬物品的地方。2000多年来，它自封闭之后再未打开，因而成为秦帝国保守至今最大的秘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向我们描述了地宫的情景。穿越3层地下泉，地宫内藏满奇珍异宝，又以水银来表现的江河湖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还有用鲸鱼油制成的长明灯照亮整个地宫。这些描写激发后人无尽的想象，考古学家们一直努力寻找蛛丝马迹，试图揭开地宫里众多的奥秘。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对秦始皇陵的地宫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知道整个秦始皇陵地宫的墓室这一部分呢，是石结构的。墓室的底部的尺寸呢，是东西80米，南北50米。而且我们知道今天秦始皇陵的地宫还没有塌陷，它的空间的高度是15米。除此之外，我们对地宫所了解的东西呢，没有问题的就是司马迁所记载的以水银为江河湖海，吉祥灌树这么一个事儿。经过前后相隔20年的钨探、化探，证明秦始皇陵的地宫确实存在大量的水银。考古学家经过几十年研究，
做出如下较为可靠的推测：地宫顶部装饰28星宿图，底下是水银灌输的山川湖海。秦始皇身穿金缕玉衣，躺在皇长题凑的棺椁里，他的灵魂与长明灯相伴。地面的九层楼台很可能是让他灵魂飞升，瞻望天下，享受百官朝拜。强大的帝国军队排列如山林，效忠于他，随时奉命驰骋沙场。秦始皇生前统一了中国，死后他仍然心系天下。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天下究竟有多大？秦始皇率文武群臣先后五次巡行全国，并在泰山、琅琊、会稽等七处立石刻字。这些残留下来的石刻铭文，隐藏着这位帝王的内心世界和他非凡的理想国蓝图。天地四方都是皇帝的土地，西到沙漠，南到岭南，东到大海，北到大夏，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无不臣服。这就是秦始皇留给后人最伟大的遗产之一，辽阔的中华版图核心区域。时光回溯到公元前260年，极其惨烈的长平之战刚刚结束，秦军坑杀40万赵国降卒，仿佛上天的捉弄。第二年，一位秦国的王孙在赵国邯郸孤孤坠地，他一生下来就是人质，他一睁开眼就要面对赵国人的血海深仇。因为害怕，他的父亲逃亡了，他只有和身为歌妓的母亲每天生活在死亡的边缘。这对母子最终回到了秦国，在当时世界上最为雄伟奢华的宫殿，13岁的儿子登基为秦王，他叫嬴政。26年后，他被世人尊称为秦始皇。嬴政成为秦王之后，当年那个风情万种的邯郸歌妓赵姬升为太后，尽享荣华富贵。然而这时他才30几岁便守寡，据说他原本与相国吕不韦有染，吕不韦位高权重，担心东窗事发，就物色了一个健壮男子嫪毐作为替代人选。嫪毐与赵姬赵太后远离咸阳，住在旧都雍城富丽堂皇的宫殿里，生下了2个孩子。嫪毐的野心逐渐膨胀，他甚至在一次醉酒之后炫耀自己是秦王的假父，他发动了叛乱。没有史料表明嬴政的母亲赵太后同意他这么做，但他同样没有揭发。这次叛乱被称为祁年宫之变，这块2000多年后出土的文字瓦当见证了那一段历史。嬴政将嫪毐灭族，这次反叛对秦王嬴政心理上的打击是沉重的，
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过错，将他幽禁，同时下令摔死那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我们常说这个经历决定性格，性格决定了命运。其实秦始皇的一生，尤其在前期，他的成长经历是非常坎坷的。他一出生就是人质，虽然13岁继位为秦王，到他正式加冕之前，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权利的。21岁的时候，他派他的弟弟去征伐赵国，结果半途他弟弟造反。22岁他加冕为王，结果发生了嫪毐和他母亲串通要推翻他的王位的这么一个政治事件。在战国晚期那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秦始皇明白不是一个强者很难继续生存，也很难带动秦国继续发展。嬴政就是在恐惧、仇恨、背叛和杀戮之中成长起来，终于掌控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权。他的血液里传承着历代秦王勇敢尚武、积极进取的基因。当他放眼天下，他发誓要实现秦国500年来无数秦人为之牺牲的理想，统一天下。2000多年过去了，秦始皇陵高大的封土孤独地屹立于骊山脚下，周围地表没有任何相关建筑。自上世纪50年代起，考古人员对陵园周围进行考古调查，经探测，秦始皇陵的布局是以封土为核心，由内外两重城垣，城垣四面设置高大的门阙，形制为三出阙的，属于天子之力，是王朝颁布政教法令的地方。宏伟壮观的门阙和寝殿建筑群，以及600多座陪葬墓、陪葬坑，一起构成地面上秦始皇陵园的完整形态。而这种形态显然模仿的是秦都咸阳的宫殿和都城。整个陵园范围大约有56平方公里，相当于78个故宫。秦始皇不仅把日常起居生活的宫殿，还把帝国的政治军事统治机构都搬进了陵园。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园的一处大型陪葬坑，它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世界第8大奇迹。兵马俑坑现已发掘3座，坑内共有50俑7000多件，战车和陶马数百件。他们原来或手执弓弩，或手执戈矛，有的阵前迎敌，有的御车策马坐镇军中，都是当时最勇猛的战士。坑内还出土了数万件青铜兵器，它们经历2000多年尘封，仍然寒光熠熠，堪称当时最精良的武器。这支无以伦比的地下军团，重现了当年秦始皇麾下横扫六合、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势。他们全部面向东方，他们的最高统帅就是秦始皇嬴政。原生好奶，雪域珍品，辽源牦牛奶粉，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辽源乳业。从未见过，从未想过，
在探索中求解，在行动中求证。大型科学实证节目《原来如此》，每周日精彩不断。温暖心，分享爱。嬴政生于忧患，长于乱世，他继承了秦国历代国君的优良作风，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实在他规定自己每天批阅检读文书120斤，工作极其劳累。李斯，一位来自楚国的幕僚，侍奉秦国贵族，掀起一股排外之风。李斯也在被驱逐的行列。眼看政治抱负无法实现，李斯给秦王写了一篇谏逐客书，文中将外来人才比作产自六国的珍珠、美玉、宝剑，如果失去他们，秦人的生活将黯然失色。将有用的人才赶走，无异于增强敌国的力量，给自己树立对手。一篇遭贬的异国人士写的谏逐客书顺利到达秦王手中，这说明秦国有着完善的纳谏机制。而谏逐客书令嬴政幡然醒悟，说明嬴政是一位理性的君主，礼贤下士，识人善任。他立即废除逐客令，将李斯请回，官复原职，秦国招贤纳士的传统得以延续。在嬴政当政期间，外来人才层出不穷，魏辽、王翦、李斯、韩非、王奔、李信、王离、蒙恬等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他们投奔秦国，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实现了个人的人生价值。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嬴政发起统一之战，他任用得力干将，远交近攻，随着他见风所指，秦国大军摧枯拉朽般横扫六国。秦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公元前221年，一场重要的宫廷会议在咸阳宫举行。西汉的学者多批评嬴政专权武断、刚愎自用，但司马迁却屡屡记录下秦国重要的政策，多是经过朝堂辩论之后才制定实施的。在这场宫廷会议上，丞相王绾等大臣建议嬴政像周一样实行诸侯分封制，唯有李斯表示反对。他以春秋战国以来诸侯相互攻击如仇敌、天子不能禁止的历史为教训，建议在全国推广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行之有效的郡县制。
嬴政赞同李斯的意见，他说，当年诸侯纷争，天下人苦于战斗不休，血流于野，我统一天下就是要制止兵戈，让百姓安居乐业，怎么能再重蹈覆辙？秦帝国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制度创新。秦始皇嬴政在这件事上，他的眼光甚至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国家。这种封建王朝制度的基本框架一直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沿用了2000多年。秦在中华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一个时代。结束的那个时代我称之为邦国时代，开始的那个时代我称之为帝国时代。帝国制度是一个天下一个天子一个国家一个元首，天下一统，这种制度是秦开始的，这个时代也是秦开始的。百代皆行秦政制。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里珍藏着一枚秦两诏铜权，铜权是秦代一种衡器，标定当时的一斤标准重量，约为今天253克。铜权上刻有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件铜方升是全国通用的标准量器。在当时，如果有人私自改变它的容量，将会被依法惩处。春秋战国时期，韩、赵、魏、楚、燕、齐等国使用本国货币，样式奇特，混乱不一，给跨地区的商品交易带来了巨大不便。秦始皇下令将秦国铜钱推行全国，他以半两为标准单位，圆形方孔，这种铜钱便于携带，不易磨损，成为此后中国古典货币的基本样式。2000年10月，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封土西南角发现了一处陪葬坑，发掘出8件陶俑。他们身穿长袍，头戴板冠，袖手而立，神情恭谨，人称袖手文礼俑。在他们右侧腰带部分悬挂着砥石和陶靴，砥石是磨刀用的工具，陶靴则是刮出碱毒用的刀具。专家推测，这些陶俑应该是一定级别的文职官员，如果皇帝有什么旨意，他们会马上拿出竹简记载下来，如果写错，就会用随身携带的陶靴刮掉重写。秦国官吏当时书写的字体叫小篆，但是统一之前各国字体结构迥异，同一个马字就有多种写法，不仅影响思想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中央政令的顺利下达。因此秦始皇规定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最主要的是文字是什么，文字是一种符号，它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徽章，心灵的徽章，它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图腾。印度文化这个由于是多种文字，最后
印度在孔雀王朝覆灭之后慢慢的衰落，埃及文化的消失跟它的文字有关系，所以中华文化能保存，如果没有文字怎么保存？这个所有的古代典籍我们如果看不懂，我们的文化怎么传承？实力成就魅力，五粮特区以独特的复合细腻口感升华特区品味，五粮特区，中国特区。追求又见巅峰，伊利王酒新疆荣耀。1978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发现一处大型陪葬坑，坑内一前一后放置两圣大型彩绘铜车马，因年代久远，两圣车都破碎成3000多块碎片。经过专家8年的精心修复，两车终于完整如初地再现出当年的瑰丽风姿。车马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一半，1号铜车马为立车，为车队开道，单圆双轮4匹马加车，中间的2匹叫扶马，外面2匹叫餐马，他们昂首正视前方，张大的鼻翼如同正在喘息一般。马额头上配有金当炉，马脖子上戴着金银项圈，右餐马头上还竖着一个璎珞，叫道。这些都是皇家车队的标志。驾车的玉冠俑，身材高大，立于伞下，身背长剑，双手前伸直佩，神情专注。2号铜车马属于鞍车，车主可以躺卧休息，通体彩绘精美的图案花纹显示了其等级的高贵。两圣铜车马都用金银装饰，据估计金银装饰品有3000多件。根据文献记载，专家认为2号鞍车应该是仅次于皇帝级别的贵族车胜，秦始皇栾舆前驾6匹马，号为金根车。秦始皇乘坐着更加金碧辉煌的马车，浩浩荡荡地巡视天下。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3次东巡，他专门去到北方边境了解东胡匈奴的情况。匈奴拥有当时最强大的骑兵，经常南下侵扰中原，烧杀劫掠。秦始皇原本想乘兼并6国之威，立即出师北伐匈奴，但在停役过程中被李斯劝阻。李斯说，匈奴无固定的城郭，逐水草而居，
如果清兵深入，粮食必绝，得到他的土地不可以耕作，得到他的人民又不可使劳役，对匈奴作战只能是空耗国力，疲弊中国。应该说，李斯的分析符合当时国情。当时大秦帝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在国内，但是秦始皇作为一位战略家，他深刻预见到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东巡归来，战与不战，秦始皇的内心犹豫不决。这时出现一位能说会道的方士，他原来是出海去寻找神仙和不死丹药的，他叫卢生。神仙和长生药当然找不到，如何交差呢？谁也没想到，这个方士在探听到朝廷议论匈奴之事后，故意装神弄鬼，编造了一个亡秦者胡也的图谶献给秦始皇，暗示匈奴将灭亡秦帝国。神秘的图谶促使秦始皇草率决定北伐匈奴。一些后世学者认为，此举埋下帝国崩溃的祸根。公元前215年时，秦始皇进入生命的最后六年，虽然渐趋衰老，但秦始皇并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接连不断地推出规模浩大的工程和战争计划。他要建立无愧于始皇帝称号的千秋功业。这一年，秦始皇命将军蒙恬发兵30万人北击匈奴，掠取河南地，然后又下令在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长城的基础上大规模的修缮连接增筑。7年后，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长达5000公里的军事防线完工了，这就是名扬天下的万里长城。在今天的陕西富县，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条古道，路面一般宽30至40米，最宽处达58米，它就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下令修建的直道。在这条路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2000多年前路面上驶过的马车车辙，还有成年男女和儿童的脚印。秦直道南起都城咸阳，循子午岭山脊北行，直抵边关重镇九原，长1800里。这条路一般修筑在崇山峻岭中，沿途劈山填谷，甚至越过了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秦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北部边将一旦有事，骑兵部队3天就可以从咸阳赶到九原，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凭借秦直道和秦长城，进可攻退可守，保证了大秦帝国北部边疆的安全。正如贾谊所说，蒙恬北筑长城，二守藩篱，却匈奴700余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是不敢弯弓而抱怨。几乎同时，秦始皇还挥师500,000南征百越，他下令开凿陵渠，沟通湘江和澧水，将粮草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经历重大牺牲后，秦军终于征服岭南，设置桂林、南海、湘郡，派兵戍守。岭南地区自此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秦始皇后期的功绩大概主要是这么几点：第一，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帝国制度，包括这个中央的三公九卿、地方的郡县等等吧，这些这是一个很大的功绩。第二的话呢，他兼并六国，初步完成了这个中国的统一。虽然秦帝国的版图啊，还没有达到中华帝国的鼎盛那个时期的那个1400万平方公里的那个鼎盛期，但初步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一个基础。拼气势，论出力，他们绝对足够优秀。做管理，安民心。那我留在后方享清福算怎么回事啊？让我留下，我不留。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把你们兄弟俩都留在临江，再也不去打仗了，多好的事儿啊！没事儿，还有人闹点动静。临江城越乱，就越是我们崛起的好时候。你这是往死路上走！就是家破人亡，也不会跟你们沾一点关系。有空，他俩自己也斗个气。你这个计划根本就行不通。就算你不是我兄弟，你也应该无条件支持我的工作。郭晓东、王班，这番事业还怎么继续？这城市全种上庄稼了。那医院呢？商店呢？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生死兄弟情》。秦始皇陵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从13岁即位后就开始修建陵墓，为修筑陵园所征发的义夫刑徒最多是达72万人，前后营建39年之久。秦始皇陵开创了设置大批陪葬坑的先河，在陵园周围，人们已经探测出大大小小陪葬墓、陪葬坑600多座。1976年，在陵园东侧发现了一处陪葬坑群，数量多达98座。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很多马的骨骼，还有马挣扎的痕迹，可见他们都是被活埋殉葬的。在有些坑中还出土了一些陶制的祭座俑，个头较小，从面相判断可能是一些年纪较小的马童。这是1999年3月发现的百戏俑陪葬坑，考古人员发掘出11件陶俑。这些陶俑赤裸上身，只穿短裙，高大健壮，姿态奇特，可能是秦宫廷娱乐活动中表演杂技的艺人，生动反映出秦帝国宫廷娱乐的丰富多彩。
2000年8月，在秦始皇陵区外城的东北角，发现一处特殊的陪葬坑，出土大量青铜水禽，有天鹅、仙鹤、鸿雁等等，模仿的是皇家禁苑中的场景。它们体态优美，身上的羽毛十分逼真。其中一只仙鹤亭亭玉立，身颈低头，肩喙上还啄着一条小鱼，仿佛刚刚在水中觅食，栩栩如生。史记记载，秦始皇征发70多万人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在阿房宫中，无数宫殿通过甬道连接起来，与世隔绝。人们推测，秦始皇晚年想营造出这样一个美轮美奂的极乐世界。但是秦始皇并不是死在臣下们为其营建的安乐窝里。同样是史记，客观记载了秦始皇人生的最后10年，基本是在驰道上度过的。他巡视那些远离秦帝国统治中心的地区，维护着帝国的稳定。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死于东巡途中的行宫。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被称为千古一帝，必有他的道理。这个道理他就是制度，他首先创立的啊，国家的统一是他首先实现的，因此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他像彗星一样啊，在天域很快的闪过，非常明亮，但是他很迅速的消失。走，闪过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满天星斗，那就是汉唐宋元明清。建立中国第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兴水利、修直道、筑长城，北御匈奴，南征百越。凭此几项，秦始皇足可震古烁今。地上的大秦王朝早已烟消云散，但在东方帝王谷内，秦始皇与他神秘庄严、瑰丽奢华的地下帝国仍然同在。精华，民族精神，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在这片土地上，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自然的馈赠，播种与丰收，团聚与喜悦，我们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